今天是2023年11月5日，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举办了跨越太平洋的哀思，纪念李克强师兄的追思会。地址选在太平洋的西岸，风景美丽的 Newport Beach。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的会长陈勇的邀请，让我见证了这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都是受到总理的怎么说大爱的恩泽的每一个人，也是受到总理这个精神鼓励的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跨越太平洋的哀思。下面我们要三鞠躬并静默分钟。我说兄弟，车费我不要了，你要是不忙，我请你喝点酒送送他。 Your death right now wanderest in his shade, when the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est. So long as ma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为民怀念》。客尽千辛为洗尘，强风同气送归人。瑟瑟西风魂已赴，黄花夕照泪中看。我们第一次见面可能是81年或者82年，正是那个时候搞民主选举的时候。最后大家把花瓣撒向了太平洋，希望这些花瓣可以把我们的哀思传递到对岸。